九集，平头哥觅欢。目前室外温度为23摄氏度，天气晴朗，空气香甜。孩子们，我们今天的计划是在这片草原上野餐哦。好耶！小动物们玩得很愉快呀、啊！是啊，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好伙伴，互相帮助、互相玩耍是一件很开心的事。好伙伴？对，歌德就是我们大家的好伙伴哦。大家也是歌德的好伙伴。没发现危险动物，这里很安全。好，我们开始野餐。哇哦，给我。石头剪刀布，剪刀布，剪刀布，剪刀布。剪刀布，剪刀布，剪刀布，剪刀布。启动垃圾回收程序。聪明、勇敢、有力气，我真的羡慕我自己。呼啦圈也没问题，后空翻两圈再进格里。天南地北不放弃，去寻找减肥的朱古力。我要的第一不能太费力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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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嘿嘿，清理完毕。这是蜜獾，也叫做平头哥，性格暴躁，很不好惹。他现在这个样子就是生气了。蜜獾为什么生气啊？他咬着我不放。难道是刚才你回收垃圾的时候把蜜獾的食物收拾走了？那我还给他就可以了吧？这个。等，每样都不对，究竟我拿走了平头哥哪样食物啊？我该怎么办呢，米莉老师？每种动物都有害怕的天敌啊。歌德，要不你装扮成草原之王狮子吧。嘿，米老师真的能行吗？总要试试吧，来，我来帮你。哇哦！
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！歌德，继续。看来蜜獾有点被吓住了。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！啊啊！怎么敢挑衅比它大的动物呢？哎呀，它的眼睛很特殊，是凹凸镜结构，看谁都是小老鼠，看谁都是好欺负，所以连狮子老虎都不怕。那怎么办呢？难道平头哥会一直咬住歌德，跟我们一起去游学吗？我不要，我不要。怎么办呀？平头哥连狮子都不怕，他还怕什么呢？歌德，歌德，我想到了，如果你也变成平头哥，会不会就不再咬你了呀？对呀，我可以变成另外一只蜜獾呢，同类之间一定可以和平相处。歌德，变变变！是独居动物，如果看见另外一只蜜獾在自己领地出现时，就会以为要和自己抢地盘，当然会生气了。我们在车上看到的那只小鸟不是和平头哥玩得很开心吗？小动物们玩得很愉快呀。是啊，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好伙伴，互相帮助，互相玩耍，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啊。歌德，那只小鸟才是蜜獾真正的伙伴，蜜獾和它玩得很愉快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们需要知道它是哪种小鸟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就是这样的。快查查它叫什么。让我来看看。黑喉响鸣猎鸟，一种能发现方圆几百公里的蜂巢位置的小鸟。就是很会找蜂蜜的鸟。对，它很懂得找蜂蜜，找到了就通知蜜獾，让蜜獾凿开蜂窝后一起吃蜂蜜。它们是互帮互助的好伙伴。哇！歌德，你快点装扮成黑喉响鸣猎鸟吧。别了，歌德接连装扮两次都失败了，想想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。数据库有黑喉响鸣猎鸟的影像资料。我有办法了，小巴歌德，道具升级。全息投影套装。
我们要趁平头哥跟着歌德走的这段时间里找到蜂蜜窝，帮助歌德脱身。可是我们要怎么找呢？我们在石头缝、树洞这些地方找找。大家注意安全，现在行动吧。好。小咪猎鸟，我的全新影像竟然引来了真正的黑猴小咪猎鸟，太好了！哈哈，我恢复自由了。恭喜你，歌德！原来黑猴小咪猎鸟才是平头哥真正的好伙伴。嘿嘿，我们的好伙伴一定是小巴歌德。小巴歌德游学团今天的课程也是开心完成耶！波波，走吧，我最亲爱的好伙伴们，我们要出发啦！好。再见了，平头哥！再见。黑猴小蜜猎鸟，下次一定请你们吃蜂蜜。再见。一起开心上学，大大的世界等着你，快快乐乐天天在奔跑，蹦蹦跳跳烦恼不见了。不不不不不不，消防队长在这里。不不不不不不，热水警长在这里。不不不不不不，护卫船长在这里。大家别害怕，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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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出现，快点快点快点来到我身边，一路有你守护真的很安全，希望就在眼前。快出现，快点快点快点来到我身边，一路有你守候真的很安全，希望就在。